对啊，有在充电吗？不知道，有在录就好。这很缓啊，你不用怕、啊。你先，你不然你会怕，你就是刹车。我会低刹。我们就慢慢来啊。Angie， 没有太滑的问题，只有滑不动的问题。成功了，对不对？走啊，走啊！我跟你要分开坐吗？走，你带一个人好了，我带跟姐姐一起坐好了。我今天买票只能爬这个山，明天开始再爬这个。真的是免费。这样你要跟谁坐？我跟妈妈坐。啊，好，麻烦快来。你快点来呀、啊！最旁边，因为他那个不知道是哪一脚会比较合，你哪一脚会比较合？你在最右边好了，还是要我在他旁边呢？好，我在他旁边。はい、ここまで来てください。ご一緒で。はい。はい。じゃあ次行ったら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。はい、行きます。好，走。他不是最勇的那个吗？我也怕，好怕，随便掉下去。你看你脚有没有绑好啊？有，很紧。哦，头发，你有多带绑头发的吗？在箱子里有哈，明天给你借一个。我没有带，我上次有带，我现在忘记我头发长了，我现在满嘴头，松紧带，满嘴头发电话线，电松紧带的。我好像有，我看到一只动物哎，哪有？真的在那边、啊？哪里？小兔？真的假的？我看小兔几乎都看不到。哪里？我没看到。不要，不可以说谎。不是，我真的有看到东西在动。可能是雪滚下来。因为我发现他刚回来，我们开始讲中文，他就不敢讲。对，我就觉得他不敢讲话，我都没听到声音，所以我就故意去问他。最后一直尖叫，我就啊啊啊啊啊！因为小弟也撞过一次的，撞到一个妹妹。我们第一次清景泽哦，还是哪里？还要撞到一个妹妹，还好那妹妹是弯着身，小弟从她身上跨过去，好可怕。是哦。对啊，然后他爸爸就很生气，说你证件拿出来。后来还好是没事。生气是我觉得小弟弟也撞过人。所以反正就是你顾自己，你也要保护别人，你不可以去撞到别人。别人是小丽
去撞他还是他来撞？小心撞人家。刚刚是人家撞啾啾、啊、我站着不动啊，他就两脚开开的撞过来、欸、我还想说啊，我还想说他会不会停下来了，还不会，我已经顶、嗯、然后顶不住我也摔倒了，所以我有撞到右边左边骨盆，有点痛、哦、还好吗？一点点，那个就跟摔倒一样啊，我就等于我摔被他撞倒了，只是他弄到我的血板、嗯、不是掉一只吗？我怕有没有坏掉、嗯、我刚才还蛮顺的，我已经掌握了一条，十分的完美。这边会很陡吗？我只要一不稳就直接跌倒，对不对？叫我骂啊，就是你至少要会刹车吧你。对啊，不会刹车你就去上课啦，不可以这样子在那边乱滑。哦，你刚才那个不会刹车，他连刹车都不会，他会刹车他就不会是大脚开开各种歪。对啊，应该要逼刹。爸爸还蛮厉害的、欸，我真的都忘记了。嗯，就在练习啊。下车都会怕，下车就站直，你站起来直直往前滑就好、啊、我想跟他们坐哎、欸，等一下爸爸来坐，刚刚连我们两个都不要等你了，你还你自己是最慢的，你你先慢慢练习好不好？不用急，因为我没有插进去，我想说嘴巴好难过，这个头发好粗了，我们还没到啊，好紧，好。要到啦、啊！还好，不会冷，不会冷。等车是可以坐下来的吗？不行，几乎是不行。我有坐过，其实很恐怖。那种为什么？我们是去吃咖喱饭，那会很恐怖。都是你下车要小心啊，你要赶快撸到旁边去了哈。嗯。你还记得吗？还记得。站起来就对了哈，不要脚放着，还没到了线，准备站起来，线这边再站。你不要坐在这啦，人家会出来，慢慢过来一点。不要坐在那边。这个缆车大概出来大概30秒就掉了。那叫人家掉了。我不知道哎。那要跟那个人讲哎，然后看他会不会帮你捡。等一下再做个比赛。哎，我还有别的手套，先借他一只。现在。背包里有。真的。不然这个先，我看你是哪一手。右手，不然这个先借你。你要带两只不一样的。哦。因为我不想把那个手套弄湿啊，想要带一手就好了。你刚刚好了吗？那你现在穿袜子，你就把那个接他就好了。你就是对呀、啊，他的是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是会有点流汗，会湿掉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就带一只就好，没关系，我带两只不一样的。但是还是要去跟那个人讲啊。你们有没有看哪一根柱子啊？不能讲30秒。这上面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也是我没什么问题，也可以滑到上面去。可以在下面练。不会，没有，没有。这里光是回去中间就有比较陡的地方。啊？有啊。所以现在是要先滑回去，然后看一下手套在哪一根柱子那边，跟他讲是不是？
因为这种是捡得到的吗？这种是有人犯规，他故意去捡就捡得到，但是有点难度。总是划这条回机管的路，一直靠最右边划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就看他说他滚多那边。可以吗？我给他下去。你眼睛会起雾。是哦。你的面罩刚刚有遮在帽子鼻子这边吗？那就不要遮，就是要拉下来一点，不然刚好在那边就……哎，你现在要转过去可以吗？哦，小心哦。这上很顺耶，下去了。要慢慢滑。可以吗？以为他之前会，只是他矮而已。哎、欸，他要掉到山里面去了，他越跳越那边。他就是属于初学的时候，站起来就滑，站起来就滑那种。哦，就腿短吧？没有，他现在是身高啦，所以他就知道为什么站起来就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没学会基础。我们不要挡在路中间，因为现在是人家下来，不是有点危险。这也是比较平啊。好了，要四万还是一万？我没有背那个哎、欸，而且。小心小心，左边是什么、啊、左边是去南馆的路，去贡多拉的路，这样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对，但是那边等会要去，但是现在先去看一下你的手套的事情。我觉得斑斑应该要走右边呢、欸、他没办法控制，他这样子大概摔个20次吧，体力差不多就可以用刷。还没练习。好，加油。这不是，我觉得他应该要走绿的那边呢、欸啊、我觉得应该要走绿的那边呢、欸、但是这里没有什么绿的。有，这边是绿的。那边是广东啊。不是，他有一个小缆车，你有没有看？小缆车永远都滑回南线，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青浦。而且是中间下去这一段也是陡的。那所以那他现在要怎么下去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就是从头去。但是很怕他被人家撞哎、欸，很多人走很快哎、欸。好，不要抓杆子，不要不要！你们为什么要打？
天都要打我的板子啊，奇怪欸，我就站着不动，拿走拿走。为什么大家今天都要攻击我的板子？因为攻击两下了。我看我那边很多人跌倒，怎么办？我也怕。你需要走那边吗？你打卡住了。在靠哪边啊？右边。右。往右。你今天练好好不好？没办法呢，他要有一个教练教才行。他如果坚持要单板的话，因为这样子都可以打，一直这样。好。我回去换板。是你继续，不是我们继续。很陡的时候啊，就不要，你会怕就不要正的向下，就走斜一点。你不要再来撞我了，走这边。我觉得他这样会，我是怕他被人家撞，他自己摔到就还好，但是我真的很怕他被人家撞到，因为他是不预期什么时候就倒下来。那是因为你焦点放在他身上，之前雪场这样子的人很多，超级多。我们这样会很挡路吗？没有，要再靠边一点。那不行的人自然会躲闪闪三，不然追是坐去哪里啊？啊？不敢追，好快哦！哎呀，好危险！哎，小心，跟我以前一样，刹车会刹到倒过来。对啊。完蛋了。很热，对不对，朱少爷？还好，这样。好，走，你先走，我等妈妈。那我就要跑很久才下得去。走右边啊，走吗？走啊，你们走，我们在后面等。这也是声音大，这条路因为刚就是那种硬的声音，整个被刮过去。边边的话很粉粉的，你看以前这种。你走过去就跟刚上面是一样的，你在上面看是一条线，然后这里看是一条线。
个波上呢，是一个矫正姿势的好方法。刚做刹车刹得不好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害怕，很害怕的话重心是这样子的，还用这个撑着。实际上呢，两只脚重心是对的话，两只脚的是比例是平均的，所以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这样。对啊，左一点的地方，左一点的地方，对啊。哎，那个，对，一只脚滑掉的时候表示，一只脚滑掉的时候就是我身体在走道，那我这只脚抬起来不滑的话，就是头到下面。这个练习的方法是左手放在膝盖附近，这样重心就是全部都在。然后其实滑雪无时无刻重心都是要平。我觉得莫你站在太路中间了，哎，你后退一点，我觉得你站在太路中间，留给别人的雪道很小。没有，留在后面。哎，好陡哎！为什么？我看了也觉得好陡哦。天会滑这么陡的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啊啊，很陡的话，还是会选择路线，就是往那边一点都不陡。再走过去，就是超大，就不懂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感觉难度就是。加油！来，没有人了，可以走了。我走喽。哎靠！慢下，不要连续哦，慢下来，再下一个弯。再下一个哇，慢慢。然后右脚撇出去，对，右脚伸出去，然后左脚并过去，左脚并过去，踩右脚是对的，左脚并过去，左脚把它并起来，对。头放低，放到三脚。对，其实你踩好那只脚是很稳的。张开，右左脚往外推，张开，然后心里面想，等一下我要踩右脚，踩左脚哦，一踩，对，然后反正那只脚是对的话，另外一只脚就他脚很开，可能很累。停下来，右脚抬起来，往左边合并一点。你右脚太开了，对。往左边合并一点，再往左边合并一点。雪杖拿起来，不要撑。好，左脚踩重一点，左脚踩重一点。不是，左脚不是抬起来，是右脚抬起来。抬久一点，抬久一点，身体往左边一点，三下不恐怖，想象左脚要踩得很紧，你把左脚收回来，左脚收回来，好。有没有很稳？其实很稳。上半身想象往左边歪一点，你的头要超过左脚脚尖，不要擦雪棒，不要擦。那刚才拿在手上好了。拿在手上好了，他之前是不是这样？拿在手上，然后准备转弯，这脚要劈出去，然后转踩右脚。先这样子，先练到左脚很安全，左脚很安全。左脚会滑不对。劈出去，转。
来推，不是脚尖，后跟往外推，来过来，用右脚保护你，右脚会打在顶，然后你的右停下来了，好，一个弯成功了，好，这个时候右脚是你的重心脚，那摆其他的话。太平了，右脚推出去，对，转，然后右脚踩好，对，再并起来，然后下一个弯换左脚推出去，现在仔细看，对，对啊，然后你的，我叫你这样举，姐，就是为了，你看我现在方向跟你一样，我滑，右脚推出去，我准备压右脚，我手是放在膝盖旁边的，这样超稳的。准备推右脚，你太平了，要斜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转这边是这样子。对。来，准备转这边是这边。下一个要踩右脚。右脚，你的杆子就往右脚倒。对，准备要心里要踩右脚喽，后脚跟踢出去。然后右脚，右手就压下去，人也压下去，人也下去。好，你看这边。这边就一样，我推左边，压左边。好，开始，后脚推出去，好。左手压下去。后压了，右脚会保护你，右脚可以抽了。然后很慢啊，慢的东西慢到完全。好，转下一个弯。踩住了那只脚是踩住，一直到慢的，很安全以后，再换另外一只脚踩住。然后就是两脚合一点，合一点，对啊，合不起来，会累吗？会，一定很酸。好，那我先去带他们哦，就上缆车了。哦，你先去问，找看缆车，看手套在哪啦。搞不好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去哦。怎么可能回来？你谁会帮你剪啊，白痴！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动作一样，斜一点点，往下斜一点点，推右脚，踩下去，推右脚，踩下去。你没有像我坐得很倒哎、欸，那时候教练都叫我们坐超倒的，真的要这样倒。你知道这样倒的时候，你看其实个人就。超稳的，你这样你踩踩看，你举左看左脚，其实根本就不会动。对啊，好，对，再往前滑，然后推，准备推左脚。你都没有理我，叫你倒身体，你都没有理我。好，准备推右脚，推右脚。然后推左脚，你太平了，有点太慢。你的手，你看你手不对边啊，你往用左脚，对啊，其实是看这个。好，现在要右脚，对不对？右脚。对，整个压过去，其实你会很稳。你现在是半蹲状态吗？
你现在是半蹲的状态吗？半蹲。你人是半蹲吗？啊、大腿很酸吗？膝盖很酸。好啊，换左边，左边压下去。对，其实压好，你靠一只脚就可以滑行了。你就这样，那你就试着连续吧。如果你够稳了，你就可以连续。对，然后就再推，再推右脚，哎，推左脚。对，踩好左脚，手要压下去啊。对啊，你就这样。好，他这边可以直走一下了。直走，直走，直走，没。好，直走，接直走。停了，停了，直走。脚并起来，脚并起来一点。出去其实最终转完还是要把脚并起来，并成平的。哦、对啊，我都看不回来。那就是小弟说是可能踩错脚才会觉得啊离不开，但是其实你踩对了，你这只脚是很自由的。好，走啊，继续转。没有啊，推推。好，推推滑梯啊！左脚比较不听控制，左脚要。现在在痛的就是左脚啊，好，比较没有力气。你是说上次摔倒吗？不知道。你回去也要涂泰国药膏。好了吗？你看你滑太平了啦，你要稍微往下一点点。我说你滑的，你可能现在下来，你可能是这样子在滑，然后我可能是这样子在滑，所以你很容易就好像变很慢。你要下来一点点，滑斜一点点，好，不然你会太慢。你看你就会随时停下来。滑，你的手都没有放在你的膝盖旁边，推放，推放，推左脚。你看你都动不了，因为你跟我以前一样很担心，然后就
起滑的太平就会下不来。好，我赶快走。你每次转好的时候，就是我说的脚要并起来，然后并脚，把脚并过来。你踩着右脚，你左脚就可以并过来。你踩着右脚的时候，左脚就可以并过来，并平一点。对对对。没有，你应该是有偷偷踩在它上面。你其实它很轻，其实踩对你自己在试。你其实它很轻吧？是啊，不轻吗？好。继续推左脚，然后踩好你的左脚，并右脚，把右脚收回来。对，要。不会啊，其实你不要一直都维持这个姿势啊，你这样脚会很累。你其实轻轻的，其实它就会可以收起来。你看你这样会打交叉，会危险。啊，直直的滑吧。好。上带好。哦，好像我满头汗呢。真的我都忘记了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我怎么连手都好酸哦，连手指都好酸，我会吐。你看，推并脚，推并脚，推并脚。好，就直直走了。来啊！
随便啊，我没擦。等一下我慢慢练习啊，你去找他们。但是你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你太紧张，然后你很就太平了啦，还是你这样就很紧张了？好，看一下，会不会已经捡走了？谁会来帮你捡啊？我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人捡？我觉得不，因为这在树林里面，它里面理论上是不能进来的，谁会来帮你捡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只是怕找不到了。我们也都有两次，不是这个，那什么？哪一个？这个，这是叶子。他说三十秒就到了，也没看到啊。这走进来还不容易，这很深呢。完全没看到哎，超过三十秒了吧？还有了。你掉在这种谷里面，下面可能有水，根本就不可能捡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这种就不可能啊，这么深。对啊。没有啦，就是这是滑雪是一种勇气的训练。我本来就很怕高。这又没有高，你是站在地面上哎，从上面看的路就很高了。我比较担心翻翻。可是他刚刚就下来了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摔了多少下下来。这不会是这个吧？是他是最后一个。
里最浅的水道就非常。我觉得应该是我刚刚说往南管走那一条啊。可是南管之后就没有办法回到这里。就要拉拱多瓦上去更高的地方，才能再滑回来啊。啊是哦。对啊。这么恐怖。那能够回来的路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拿起来喽。滑下缆车。安全带的位置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往左边走会比较缓，不会，没差。哦，好、啊，走、啊，走、啊，这样。小日也没叫我，我们到底是就要分开滑了，还是要怎么样？你去跟他看呢。嗯，慢慢来，不然这样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是不是应该要滑右边？可是我们不会回得去。二就说就是再拉上去啊。拉上去，然后走的路是更陡还是更陡？嗯。啊、我要问他吗？我在想，你真的要练习，要不要走这边去练？因为那里有个矮的缆车可以练习啊。只是代价就是带要从更高的地方下来，你觉得嘞？最高的地方下来是比较平的，还是比较？我觉得也跟这没有差很多，因为都是缆车而已，还好。但你可以在比较平缓的练习，你觉得嘞？没人接，这我也看不到哎、欸。这个，好啊，我觉得我们去这边好了，要不要？嗯、你觉得嘞？我都可以啊，这样你就要陪我。啊，不然你不可能丢你一个人啊，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我都陪你啊。看你耶，你不会觉得这太陡，你不会想要从平一点的开始练吗？对啊。那走这边好了。但这边这里下去好像你要慢慢下。我要看一下、欸，我，哎、欸，他都没有放雪场地图哎、欸。
好像都没有放雪场地图，我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？是最简单的吗？我们应该就是要坐这个小缆车就好。就是坐在这里啊。你说这边滑下去就一直循。对对对，啊，这应该是比较缓的。啊，你这个慢慢下哦，就推开往左，推开往右，不要太过来，这边雪太多了。然后推开，再往那边。脚病，你脚都没有在病。我觉得我们去那个牌子那边看一下好了，我去那个牌子看一下。一万是绿色的啊，对啊，一万是绿色的，然后就可以继续坐这个车。不然我们滑一次看看好了，如果不行，再下来就往左边滑，也可以回西馆，不会回不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要转弯往那边去。黑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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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脚。可以开，然后并右脚踩稳，并你的左脚，左脚并过来，左脚并过来。我不过来，没有踩稳的。Thank you.
我说不对啊，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子一直这样滑、啊。我并不回来。不然就是你滑行的距离不够长。你用哪里的力气拔？没有，就你自己，你这样举举看嘛，它没有很重。你如果踩准的，它没有很重，你只是把它这样并回来而已。你可能是有偷踩在那一脚，才会一直觉得我动不了，我动不了。但是其实你踩好，它就可以轻松的被动回。而且还是你转弯太多，就是不然就是滑行长一点，长一点，然后再转。那就不要那么长啊，就一半啊，或什么的、啊。然后并右脚，并右脚啊。好，这时候很多时间，赶快并你的脚。哎，你好，并你的左脚，并你的左脚。你看，就是我就是把它转过来啦。这样有并的吗？没有，你还是岔开的啊。它并成平的啊。其实，在你直着在滑的时候，脚是合着的。当你要再转弯的时候，才再推开。然后你看我脚，然后我就并过来。你看我在转脚，我把脚转过来。所以你是把脚抬起来了？也没有到抬，可以不用抬，但是就是你看我在转脚，你看你有没有办法转脚？你有没有办法转脚？你在，对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转啊，我就是啊，就把它收回来这样而已啊。好啊，好，再试一下。然后推，然后滑的时候转过来。推，滑的时候转过来。好，转，对，再尽量把它转得靠近一点，然后再往外推，右脚推出去，然后滑，然后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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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把左脚转回来。然后收左脚，收左脚，转转转，好，继续走，然后推左脚，然后转右脚。嗯？回来。我去查一下地图。没错啊，你继续走啊。我们要靠着右边走。其实也就是去南馆啊。不要怕，慢慢滑。好了，这里可以直直走了，姐，不用了，这里可以直直走了，不用再转了，只用直直走，不用转了。
直直走。你对，你板子是平的啊，只是这样左右稍微左边碰一下，右边碰一下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不用都这种很缓的路，可以直直的走。你试试看，直直的走，然后稍微扭一下就好，尽量直直的。直直的你还记得吗？直直的好像只是上稍微转碰一下就会慢一点点，太紧张了，就要开始跟背搭了这坐的人很少耶，就一个人坐，两个也可以，两个人那很挤啊，你可以一个人坐吗？我可以一个人坐。嗨，一人一只，一人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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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把你踩住，嘿，你有觉得这个路比较缓吗？你有觉得这个路比较缓吗？这个路比较缓，你要在这里练还是回那边？没关系啊，这就难管。走一万，三，一，车。
好热啊。对，这个速度很慢。刚刚那是高速啊，通常四个人坐的都比较快。看你要在，你想在这里练还是在那里练？我在这边练好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比较安心？我觉得比较安全。对啊。但这个缆车真的很慢耶，
对，你要滑这边吗？哦。老师有跟你联络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会帮他们去拿的。好、啊。那你就要试着不要再那么平的往下一点点，滑斜一点点，因为其实这很缓，不用怕。不对啊，你不对不对，你现在动作都不对了。你应该是停，你不根本就是用三角形在滑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你应该是要推，你看哦，你应该要平的，然后你要做转弯的时候推开，然后转，然后再并起来，然后也是平的，你不是一路都这样三角形在滑，不对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哪里很恐怖？啊？不会，其实就算我可以直的往下冲给你看，不会冲太远。我后来就是误了这一点。我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才这样哎、欸。我没有叫你往下冲，我是跟你说，你面对下面的那一刻，你不用紧张，因为你根本不会往下太多。我以前就是因为我很紧张往下看，所以我就赶快转，转完我就摔倒了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往下根本不会动太多。好吧。不知道为什么一堆人。好。那你还是继续，你要平的，你不可以三角形一直滑，平的要准备转弯才要推出去，准备转弯推出去，然后转正，脚收起来，脚收起来，左脚收，你左脚都没收。走，你就会练习脚转转看。然后收脚，平着滑一下，然后才准备放另外一只脚。然后收左脚。然后收右脚。收脚啊，收脚，你要平的，你没有收啊，你还是歪的、啊，你就是三角形在滑，不行不行。还，你这样收，那你原地练习好了，还好，收。
你假设这样收，你接右脚踩好，右脚踩好，踩好，踩好，然后收，对，就只是收，收，你脚不要动啊，这脚你看我都没有在动哎，收，怎么了？让你看我是用鞭，我是用钢鞭压在地上，有没有很实在？你脚伸出去，伸出去，收，伸出去，收，伸出去，收。我，你看，你这脚不要动。右脚会动。对啊，你看我都不会动，为什么我都不会动？因为我是把鞭狠狠压在那上面啊。对啊。就是练习你的脚要会转，转，转，转。不是啊，你这脚你没有用到那边啊。好累啊，让我看。哎呀，就是，对啊，不然你都一路是三角形在滑，你自己看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往下，平平的往下，推开，转，然后并，停停停，转并。并，不会啦。然后并并并并，然后继续往前滑，继续往前滑。你看，你就是角度太平了，它都不会在前面了。你看都滑不前面。然后再推左脚，然后右脚并，因为后来你练到根本就不需要在那边转了，你赶的时候你就是两脚平行的转就好了。并左脚，右脚收进来。并左脚，左脚并起来，对。然后并右脚，右脚收起来，收左脚，你脚不要收了，收好，你看，就是脚越滑越开。越来越酸，当然啦，一定会酸的、啊。我自己也没有很合，但是就是开开开的，这样不好看呐、啊，很丑啊。对啊，所以要练习啊，转脚，换，现在换左踩着左脚踩稳哦，转脚，转脚，好快，转脚，转脚。转脚，对啊，好，继续，左脚并，对。你右脚就踩稳就对了，然后你的手，那你的手要试着这样吗？比如说吹这边，然后就这样握在你的脚这边，握在你膝盖旁边。嗯。要真的摸，你不用用棒子啊，握在你膝，对，有没有很稳？有没有很稳？他换就摸左脚，左手去摸左膝盖，对，左脚踩稳，就这样踩，就是超稳的。我太挡住你了吗？远一点。
哼，我有看到小丽啊。